有一个欲望喷发的子期，就是现在你只要给他两个玩具，他就会觉得不行，我两个都要，我两个都要。你看他就会叼着一个，然后追着一个跑。然后如果你给他三个玩具，他就会叼着一个，追着两个跑。我在想，他应该希望他有三个嘴巴，这样他就可以咬三个东西。有玩具，可是这里也有玩具，我也要，我都要，我都要。好嘞，ヤクバリですね。什么都想要的欲望小狗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这是逗猫棒哎，你为什么玩得这么开心？欧雷拿了一堆别人家的猫不要的玩具，玩得很开心。你是猫吗？拔河。狗跟猫的玩法好像不太一样。可爱的幼犬，哎呀，又被你抓到了。啊！往死里咬，往死里咬！啊！好会玩哦，欧雷好棒哦！别人不要的玩具，你都玩得好开心哦！怎么这么开心？哎呦！我前几天在那个虾皮帮他买了一个枕针，这个枕针是日本的牌子的枕针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太轻了，所以就是它其实很容易跑掉，就是在这种比较浅的窝窝里面，它就很容易跑掉。他前几天其实是把这个拿起来这样甩甩甩甩甩，就跟一般那种玩具一样，这样甩甩甩甩甩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不是买来给你甩的，我是买来给你当枕头的。我就拿了那个绑头发的橡皮筋，把它绑在这个凉垫上面，因为这凉垫太浅了嘛，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好固定。他现在就会趴在这个垫垫上面玩球了。我要跟你玩球啦，哦哟，一直拿球来撸我，烦。假装放掉球，哎呀，不小心跑掉了。妈妈只好捡起来了。看，假装球掉了，狗狗要自己制造意外。舌头跑出来，舌头跑出来，好可爱，舌头跑出来了啦。哎，收起来了，在变魔术吗？哎，我是打到他了。我今天收到了帮他买的罐罐，上虾皮随便找的，反正先给他吃吃看，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他吃不吃罐罐，我没有给他吃过罐罐，他目前就是吃饲料加鸡肉泥，然后我发现他最近又有一点点吃腻了，逃不开，放油了，哇，看起来好吃哎。我觉得这个如果他一旦吃习惯，他就再也不会去了。哦，他不吃啊，不吃怎么办啊？不吃，我要给谁？哪只狗吃？因为欧雷最近一直接收别人家的猫不要的食物，这种怪的食物。对啊，可是猫一定不吃狗吃的食物啊！他要是不吃这些罐罐，我要怎么办啊？香啊！对啊，饲料拌罐罐，好像有什么、啊？我看一下。鸡肉、蔬菜汤、水、胡萝卜、番薯，突然变乖狗狗了。对啊，跟刚刚我才有吃的，对不对？跟刚刚很欢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好聪明的啦！可恶！还歪一头，怎么这么乖？你刚刚不长这样。对啊，刚刚超烦的。他会不会只吃完上面就不吃下面了？有可能。我是不是应该帮他拌带一点？不用走。他在挑东西吃哎。哇！碰到刚刚他吐掉。哇！他掉到窝里哦。对啊。快习惯。OK， 他这边吃完。听说好像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不太想带他，让他带回窝里吃。哦，对啊。我猜他一定想着，这么好东西不赶快拿出来？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加干干？早安，有一只狗在床上玩球，我研发一个懒人玩球法，就
就是我来接我球球。Go！ 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小天使带着球球回来找我了，还想玩呢、啊，还想玩呢、啊，哎呀，还想玩呢、啊。最近上网买了这个，就它里面有一些是泥状的，然后有一些是鲜食状的。但是我发现欧蕾好像目前好像没有很喜欢鲜食状的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先给它泥状的为主。哎，不要抓抓，这里面超多口味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五谷鲜鸡、五谷鸭，我目前喂它是鳕鱼的。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到超级爱吃，他就是有的时候混饲料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有点没劲。开了大概是可以喂个六次吧，有点久。欧蕾，怎么那么挑食？完了，完了，年纪轻轻就在挑食。然后我最近也有去虾皮，帮他买了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罐罐。基本上我还是会维持加饱鸡肉泥，然后偶尔让它吃吃看这个罐罐，这样子。目前是这样。欧蕾，喜欢呢？你知道这是你的吗？我觉得他知道哎。一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家那个宠物精品代理的网站，他们就是有一些毛发护理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好吃的炖罐，比较不是一般宠物店可以买到的牌子。这个牌子叫做Lily's Kitchen， 莉莉厨房。然后这个主人呢，好像就是因为他的狗狗有那个皮肤过敏，所以呢，他就希望为他调制天然的食材，然后做成的炖罐。当初是看到罐装的，就他们网站上的图片是罐装的，然后他们罐装的那个图片这些插画就非常可爱，而且口味非常多元。常见的罐头就可能就是牛肉、鸡肉、羊肉，它这边还有火鸡肉啊，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，加了非常多香料一起炖煮的，所以口味也不会非常说单一，然后让狗狗没有兴趣。然后我记得上一罐它是一个黄色的，它就是火鸡吧，我记得，然后里面就有迷迭香，我记得超香的。然后我今天就要来开箱这个鱼派，嘿，哦。它真的每个炖罐都做得非常扎实哎，把这种大致上切成四块，然后一块拿来喂欧蕾的一餐，然后这个加上饲料。哦，真的现在有那个浓浓的香料的味道，我觉得欧蕾真的超爱这个，他真的超爱超爱。他每一次只要有这个炖罐混着的饲料，他每一餐都吃的超级无敌干净。我觉得他应该很喜欢香料的味道，以后我也会牢记于心。如果有机会给他做鲜食的话，我也会加一点香料让他试试。他做的这么味道的层次很厉害，很香哎，哦，我都想吃了。其实仔细看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肉是非常扎实不松散的，难怪欧蕾爱的要死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菜啊，而且我都会稍微微波一下，稍微微波一下它会超爱。刚刚我煎了超市买的牛排，很薄的，然后它现在超开心，超级无敌想吃，没有调味料，应该是很香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哎，可恶，你怎么都吃到了？因为我那一块一直在那晃。坐下，握手，放手。对，好棒哦。太听话了，我有点不习惯。多想吃。因为他的牙齿其实还没长齐。还是我应该帮他切小块一点。等我一下哦，这边有个超级有点硬的筋，这样比较好吃吧？看。
想剪掉，你就可以直接吃掉啦，好吃好吃。